第二十九，住真定居曰：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。由于第五无差别，生彼国者，形貌无差。习同一类，行迹相类，心意相同，心界同一，住于定居。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啊，说得很好。啊，我们要注意到的，四十八愿第五愿是无差别愿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差别相。啊，从什么地方说起呢？从形貌，形是我们的形状。啊，你的身体，啊，你的个子多高、多大？啊，这是形，貌是容貌。啊，你长得相貌无差，没有差别，跟谁没有差别？跟阿弥陀佛没差别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的形象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每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阿弥陀佛是个模子，一个模子造出来的，啊，完全相同。那我们有问题了，那到底哪个是佛，哪是凡夫呢？那都不认识了，没有关系，他有神通，有智慧，你决定不会认错人。啊，而且极乐世界很热闹，非常熟悉。真的就回老家了，啊，无世界来，生生世世的父母，有念佛往生的，你都看到了，也都在那里，啊，你的亲朋好友，啊，只要念佛往生的都在一块，他们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往生，这往生很殊胜啊，不寂寞。不能不争取啊！啊，所以同习同一类，那就是前面讲的、后面讲的了。形即相类，心也相同。啊，心是什么？全是真心。真心是什么？真心没有念头。啊，大乘教里的说，真心理念。那立念的时候就是真心，那么妄心就是有念头。你什么时候没念头？没念头就是真心，不可能你没有念头。啊，没有念头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？无明，那不是真心，是妄心。无明是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？真心是什么都知道，没有念头。啊，好像我们眼看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是真心。啊，耳听得很清楚，没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就是住真定居。啊，所以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起心动念了，真心的。啊，起心动念了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。所以菩萨比佛差一等。啊，
菩萨没有分别执着，有分别执着的凡夫啊，那么再下一等，有分别没执着，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。啊，小乘有分别没执着，通通都有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六道凡夫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修行在哪里修？在根尘相接的时候修啊。啊，净土法门怎么修？根尘相接的时候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把那个都放下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这修净土。啊，你去试试看。不用这一句佛号，你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做不到。啊，我们现在很妙啊！啊，这六道凡夫，你看，什么也没断，就是把这个啊起心动念分别执换成阿弥陀佛，真换过来了。啊，有没有看清楚？看清楚了。有没有听清楚？听清楚了。哎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心上放了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修净土，这叫修清净心，真清净，清净到基础。我们经题上经清净心是阿罗汉的，不执着心清净啊，平等心是菩萨。啊，觉后头有个觉，清净平等觉，觉是佛，法身大士。啊，觉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就觉悟了。啊，就成佛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还有起心动念不行，起心动念是不觉，那是无明啊。啊，无明不觉生三细啊，啊，这个三细相就是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啊，用四分来讲呢，就是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。啊，还有个真自证分。这四分佛说舍利一切法，告诉你假的不是真的，所以佛法不可以贪爱啊，要贪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全是假的，不是因缘生法，对症下药啊，你有病佛用这个来治你，治好了，病好了，药也不要了。啊，病好了还吃药，不又就病没好啊，又生病了。啊，众生在六道，在十法界，这是病。六道是重病，十法界是轻病。啊，佛用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，治好了。病好了，药也不要了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非法是病啊，法是药啊，通通要舍掉啊，不要留念啊。那你自己觉悟了，还护着这个法干什么？给众生，给那些病人，是为他。不为自己，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宝贵啊，要为众生护持佛法啊，要为众生
讲解清楚，讲解透彻，让他证明了，啊，劝他发愿修行正果，啊，虽然干这些事情忙得不亦乐乎，心地干净，一尘不染，像海鲜老师，他非常勤快，啊，辛劳他不放在心上，他发喜充满，啊，真的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他入这个境界，啊，所以非常难得。